宾敬献哈达，我们有请吕前副总统上台敬献哈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有请吕前副总统跟我们说几句话。敬爱的莲生活佛，各位上师，各位法师，各位菩萨大德，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参加真佛宗雷藏寺的护国祈安护摩大法会。看到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多的贵宾，这么多的菩萨大德，用最虔诚的心情来参加今天的法会。莲生活佛是台湾人，我知道他是在西雅图的，很意外的发现在西雅图，在很久二十几年前，他就兴建了一个非常大的道场。那么他的信众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所以一直对我们的法师充满的崇拜，而且好奇。但是因为佛缘未到，到今天呢才能够到我们这个地方雷藏寺。谢谢。刚刚从师父手中收到他第245本书的著作，我连24本都没有写出来，我们的法师已经写到245本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可以在回教的国家印尼，在2012年举办十轮金刚链的大法会，盛况空前。师父，我刚刚要来的途中特别把你的演讲拜读了。原来十轮金刚大法是这么样的精湛，对宇宙人生有非常深刻的启示。台湾是宗教王国，内政部合法登记的有27个，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。可是如果你想想，今天在全世界多少人是因为宗教的不同产生紧张，甚至战争，目前还陷入大屠杀的这种悲剧的时候，我们才觉得在台湾27种宗教可以互相包容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合作，这真正的神的意思啊！宗教本来就应该这样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宗教王国，我们每一个对宗教有贡献的人都值得我们大家由衷的尊敬。我甚至很早就发现，我学法律，可是我觉得一个宗教比一个派出所可能更重要，因为有宗教，我们不需要很多的监狱，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宗教来涤清我们心灵的污浊。我想佛教藏佛非常精奥的佛理，各位都比我清楚。前两天我们看到一架飞机从松山机场才几分钟就掉下来，我想也是我佛慈悲吧。如果那个飞机打到这个高压电线，
或者高楼大厦，半个台湾可能，半个台北可能就毁灭了。所以真的，我们大家宗教王国，大家心存善念。我一直的主张是我们敬天，我们惜地，我们爱人。我们一定要有敬天、惜地、爱人这样的胸怀，那么传菩大道，那么也行菩萨道。不管大家做多少的善事，只要我们心存善念，我们绝不害人。我个人很谦卑的主张是每一个人说良心话，做良心事，赚良心钱。如果能够这样的话，我们以良心立国，我们还要帮助其他的国家免除战犯跟贫穷。所以我一个很卑微的心愿，上个礼拜有机会也在我们师父的面前啊，跟他做说明，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发动，让台湾成为东方的瑞士，我们做一个和平永久的中立国家，不介入任何的战争，跟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友好。师父听了，我以为他会训勉我，不过师父说：“哎，让我想一想，等一下请师父给大家指示一下。”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小国，可是我们是一个小而美，而且小而好的国家，人人发挥善心，尤其我们非常骄傲，在世界的宗教里面，有一个我们本土的世界级的宗教大师，在全世界有500万的信徒，真的很不简单。那么他到处弘法，他也把很多的福慧带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大家分享。如果再进一步，我们用最民主和平的程式，就叫公民投票。每一位赞成的人，如果能够参与联署，那么反映给政府，我们只要全民都支持，让台湾免除战患，让台湾的宗教博爱和平的精神分享给世界，让我们成为东方的瑞士。只要我们的公民投票通过，全世界都会给我们支持，联合国会主动邀请我们加入联合国。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，希望借这个机会也拜托大家，也分享大家。我虽然俗缘未了，还在关心政治，但是我的心跟大家在一起。如果大家也分一点心，让我们把我们的国家努力推向一个和平中立东方的瑞士国家，然后把我们的福慧也可以分享给全世界的人，是不是更加的美好？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谢谢吕前副总统的致辞，也谢谢他今天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理念。我们正佛宗是一个宗教团体，一向秉持着佛陀所教导的平等性，我们的立场是超越国家、超越种族、超越政党的藩篱，致力于弘扬佛法、净化人心。那在这边呢，要套一句这个电视上常听到的话，这个以上李副总统的政治谈话呢，不代表本次立场。不过，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李副总统去请教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最希望的是能够引导所有的众生自主生死。那欢迎各界善信大德前常常能够来雷藏寺礼佛。那我们再次掌声，谢谢吕前副总统的致辞以及莅临。